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星穹铁道开拓友谊魔法。人山人海的统全是用平民攻略垃圾桶星穹铁道 2.4 活动攻略。新的战斗活动，难度一，难度一没啥好说的，带上试用，金须瓜自动就行。难度二，带上三个试用，不过就不能自动了，自动概率班车。捅的回合就普攻就行。侦察的敌方目标黑拉和杰帕德，要节省战绩点。速阵速群吧，这关需要我们开拓者本人多行动。哎，规则开拓者有大训来打就开大。减了分，然后花火要一直用战绩拉条开拓者，陪我都玩一会儿嘛，要保证花火和开拓者一直能开出战绩。哎，天，十的，然后有大开大就行了。你呀，天天。